Halo semuanya, selamat datang di channel Krotek. Kali ini kita akan menyaksikan The Magic Chef of SN Fair episode 123. Episode kali ini menceritakan pertarungan Ningbing dengan kakeknya masih berlanjut. Ningbing mengeluarkan seluruh kekuatannya untuk bertarung dengan kakeknya. Dan kakeknya terkejut terhadap Ningbing, masih muda mempunyai bakat sihir yang luar biasa. Dan Ningbing tidak tahu sebenarnya apa yang dilakukan kakeknya bertujuan untuk melindungi Ningbing dan ayahnya. Bagaimana keseruannya? Kita saksikan bersama. Cikidot.知道我们和冰神塔水火不容，为什么还要去找那个女人？父亲，我和冰灵是真心相爱的。大哥，就因为他和那个女人，我们荣家被冰雪女神祭司打得一败涂地，简直就是奇耻大辱。而他到现在都不知悔改，您必须重罚荣天，不然难以服众。爸爸， 发现一下，看看他到底是什么水平。 这十几年都活到狗身上去了。莫西魔法，整个大陆几千年来恐怕都没出现过这种人。 清醒的认知，就让我帮你看清我们之间的差距吧。存在于天地酷热之处的天火，结成完美的身躯，幻化出最强形态吧！火神的怒吼。
教过你怎么用魔法吗？你闭嘴！刘天，你在天庭快走！不会抛下你的。爸爸妈妈！站住！他们！别跑！快追！站住！明明，一定要好好的活下去。一切阻挡在前方的障碍吧！冰冰，往后要自己照顾自己了。当年要不是你把我们赶出荣家，爸爸怎么会死在冰神塔？这件事是我愧对你和天儿。天儿，此次事态严重，不把你逐出荣家，无法平息其他人的怒火，荣家可能真的要面临分裂的危机。你虽是我的儿子，但我作为荣家之主，应当以荣家利益为先，你明白吗？荣天明白。现在整个荣家已经容不下你了，即使我强行把你们留下，他们也会针对你们一家，你还不如离开荣家，好好生活。这是荣家的传家之宝，火焰神之石。父亲，你这是？把他带走吧，这样你们独自在外生活，也能多一份力量保护自己。这是我作为父亲最后能为你做的事。父亲，天儿，不要怪为父。父亲，谢谢你。你不配叫我父亲的名字。这么多年你们受苦了，如果当初我没把你们赶出去，或许天儿就不会死。现在才在这里猫哭耗子，晚了。听取女神的叹息，火焰之石的咆哮，就让火焰神之石送你上路，亲自去黄泉之下给我爸爸道歉吧。自由之风的轻盈，神机百变的六芒，贯穿天地的曙光，永世地狱的诅咒。升腾吧，贯穿天地的圣光啊，在冰火同源的闪耀中绽放出你的神圣光彩，神圣之光。快住手，使用这个魔法，你的身体也会被力量撑爆的，只要能杀了你，什么都值得。爷爷，属下留情。龙兵，你怎么来了？
爷爷，他是念冰，是您的亲孙子。不用你说我也知道，他只是消耗过大晕了过去。爷爷，原来您知道念冰没死，那您当年为什么要在家中宣称念冰和天书死了？当年的事远比你想象的要复杂，我不这样做，你以为你还能再见到他吗？把他安顿好，等他醒了带他来见我。还有，今天的事千万别说出去，否则你这个弟弟谁也保不住。是，爷爷。Terima kasih sudah setia menonton. Jangan lupa subscribe and like-nya ya. Bye bye.